台湾政治给他的安排下，台湾政治台湾省议会的议论活动，活动的项目有太空竞走、智力传球、海底寻宝和射傻毛球、烤鸭等。在游戏中，他们用举手式来表达他们的心情，虽然听不到他们的笑声，但是在脸上的表情中却充满了无比的欢乐。